日前2017秋冬巴黎高定周拉开帷幕，张泽天以一袭黑色修身长裙亮相，气质迷人，既身为辣妈的她依旧肤白纤弱，美得发光，成为镜头的焦点。今日张泽天粉丝团晒出了一组奶茶妹妹张泽天和奚梦瑶等人一起聚餐的照片，照片中他们和女性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享用美食，而张泽天和奚梦瑶的颜值脱颖而出，最为抢眼。据悉，奚梦瑶中国内地女模特，作为第四位亚洲超模登上过维多利亚秘密秀场，而张泽天外表清纯，念高二时因为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被网友称为奶茶妹妹。2011年8月，张泽天因为自己的健美操特长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就读，很多不明原因的网友当时还以为张泽天只是凭借网络人气进入清华，却不知道张泽天在高一的时候就拿过全国健美操亚军，是国家一级运动员。